早前赌王四房二子何猷君被超模太太奚梦瑶公开力扫，但丝毫未有影响夫妇关系。有网友就上传画廊开业的照片，首次公开三代同框的合照，连二女 Omi 亦首次曝光，眼大大，眉清目秀。11月满一岁，就孭住 Chanel 小手袋，同妈妈低调母女装扮，相当可爱。奚梦瑶就曾经表示自己入手了多款有小费包之称的名牌迷你手袋，希望可以用同款的母女包，估不到 Omi 刚刚满一岁就可以实现梦想。